者穿着中世纪的皇宫礼服，伴随悠扬的乐音跳着宫廷舞蹈，在一条手帕的传递间展现了彼此的信任跟背叛。这是林相秀舞团带来美国现代舞宗师荷西·里蒙的经典舞作《摩尔人的帕凡舞》。这支改编自莎士比亚《奥赛罗》的舞作，把3个小时的剧本浓缩成25分钟，4个角色，被誉为史上被翻跳最多次的美国现代舞蹈，在台北艺术节首度跟台湾观众见面。Is that this is not to be confused with a dance that's based entirely upon Shakespeare's Othello. He felt that within the characters of these four people that there is something of all of us in those four characters, and so it becomes universal rather than a personal expression of just what Limon felt, but it's an expression of us all and of our humanity.台湾舞台7年的编舞家林相秀，集结了近年的5支舞作，推出作品《心之所向》，多元风格展现出旺盛的创作能量。舞作《碎玻璃》就是林相秀有感于年轻一代用自己的力量足以改变社会而编出的作品。5个作品讲的是人的心，这个在饥渴的心的不同面向，对文化的饥渴的心，对年轻人对改变社会发生被看到的这个饥渴的心，还有莎士比亚的文本里面人的那个贪恋的部分，人性的阴暗的部分的这个心，还有另外一个是Tango 的这个情爱，有没有关系的这个心。致命的探戈在轻快的探戈曲风中透露着男女复杂的情爱关系，时而甜蜜柔软，时而尖锐致命。故事的文本其实有点是像是在一个小酒馆，然后发生了一些爱恨情仇。那当年那个年代，就是这个你要跟这个酒馆里面的女生跳舞，你必须要买酒。我还有把现代舞跟 Tango 结合，所以还有别具风格。可是他们的音乐跟他们的装扮又非常的美国式。阔别多年，编舞家林相秀用风格不同的舞作向台湾展现旅美期间的创作成绩。